啊，你过来吧，过来。有，这两天来好几个老太太呢。行，没事，指定给你介绍上，没事。刘总，怎么着？怎么了？来了。你等一下，老刘头啊。又来活了。来活了，你赶紧去准备准备的。一会儿有几个老人要来，你快点。全部给我拿下啊！你快点。好的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你快去吧，你去啊，老刘啊，你过来吧啊，有几个你挺能相中的，嗯，都不错。行行，过来吧。好了，嗯嗯，好好，嗯。报告经理，回来了啊！我让你找划了那几个人，给我划着没？划着了，这照片我都给你带来了。啊，对，你咱这行吗？对，好看吗？这行，这行，这个也行。哎呀妈，这行啊！这也不行，这反正不错呀，这个。这叫啥名？这个叫轩轩。轩轩呐。嗯。哎呀，不错呀。他干啥的？他属于个体经商户。哦呀，嗯，那在他身上能整下来点钱呢？别的了，这你还给我留着吧，这个。为啥呀？这个我还等着追他呢。你相中了？我相中了。你相中不行啊，咱这是中介所，咱得收中介费呀。这你得，那我就给你拿200块钱中介费拉倒。200，这你必须得300，这个。哎呀，300啥时候？涨了300啊！一等，大家伙来了，一等，你好，一等。关关雎鸠，天天喝粥。喝粥好。窈窕淑女，君我不好逑。对，但是为什么我在你这你给我介绍3个对象呢？我就不成呢？你那是年前看的，年前几乎放假都回老家了，这过完年都回来了。你看，没事，指定介绍。你看，这都新来的。你看这，你看这个，你看上。这是哥，这不是这个，这是海龟。海龟，我一个大土鳖，你给我整个海龟上去？不是，这叫娇娇，刚搁上海刚回来的。这不行，这也太黑了。黑呀！这男女还有裤衩呢，这是。那你这个不行，还有这个，你看这谁呀？美美，大个模特。怎么看像胖胖这个？胖胖现在减肥了，挺瘦现在。啊，车模。这不行，就那模特不行。那你看这个呢？这个不行，这个怎么的呢？这有主了，这怎么有主了呢？这个吧是咋的？不行，这个是我的，是你的。现在这个吧是有男，他有男朋友了。男朋友结婚没吧？嗯，还没办呢。你看，没有结婚你就有机会。那就我就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我就他了，就他。赶紧给我联系。哟呵，哎呦我天，大个啊！苗条，这还开跑呢，这是。行，就他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大橙子，看着没？我带来的20000的支票啊！如果要是这什么名？轩轩。哎，你要把轩轩给我联系成了，我告诉你，这20000都给你啊。20000呢？哎，对，20000。我跟你说，你放心吧，这要介绍不成，我还你4万。四，好啊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太行了，保成。来，耶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啊。好，我换套衣服。半个小时以后我再回来。那行，我等你，快点的啊！马上联系，马上电。经理，这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给我留着吧。留什么留？钱重要，你重要。完蛋！就你重要。然后我又拍死你。